刚来这里第一天的时候，我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，哎，就是觉得怎么骨折怎么不是时候吧。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出国，然后我就觉得一定要把这家餐厅做好，然后一定要把这一次这么久没有出国，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做好，很不想拖累大家吧。然后谢谢大家这一季这么照顾我。好久不见了，你们怎么样？Hi, nice to see you again. Welcome. 哎呀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。Hi, hello. 欢迎来到中餐厅。Hello, 你好。快快快，关于它这道菜是非常代表我们中餐的，我们叫东方味道丝路情餐。来来来来，还没断，还没断，还没断。听见，东方味道丝路情餐。好，大家一起排队，对每一个摄像头。再见了，开始了，排队排队排队排成一字，蛇形队，来预备，挨个说再见，每个人好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了，每个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熏烟熏火燎的，这边陪伴我最久的这二位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